挥能力以及我们参演官兵的这种战技术水平也发挥得非常好，也战技术水平都是比较高的，那么战技术娴熟，那么也看到训练有素，这个展示了一个高昂的这种士气，到目前为止圆满完成这种联合军事行动任务。这几天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海空兵力也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这种制海